一年十二个月，我尤其喜欢七八两月，七月流火，八月华尾，蝉鸣，清风，喧嚣热闹和悄然生长，同时紧锣密鼓的进行。七月的尾巴出了趟远门，台上三分钟，舞台上的光鲜亮丽，往往需要长达三到四个小时的装扮，拍红、定妆、圆宝嘴、描眉眼、雷头带、戴大柳。怪不得人们常说五人能当千军万马，十几步能走海角天涯，都是得益于后台的方寸之间。私下练，台上见，风雷古板，天地间一场大戏。玩文丑墨，古今人俱是角色。越发觉得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引以为傲的老东西，是我这个小东西最想做的事情。大家好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国风腿毛组合。等一下，看我们国风腿毛组，我们四个是腿毛堪称最长最久。我来给大家一个特写，刘峰的特写，杨飞的特写。